些年校园里的风云人物。我是凯哥，一个干的。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。近期校园里频繁发生欺凌现象，有些同学的行为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只是不想讲。刘凯，你来我办公室一趟。最近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老师没有，他们都对我很好。你不要怕，有什么事你说出来，有学校和老师替你做主。是李阳和田玉他们。你别哭啊，老师以前也经常被欺负。来，老师教你一招，你明天先这样。哟，刘凯，上厕所呢。昨天班主任都和你讲什么了？说，你确定？你到底说不说？不说我们动手了啊！老婆沾屎，你不想再做错事了？昆明，你这里。我是凯哥，一个迷人的迷惑。闺蜜的迷惑行为。谁啊？我早就说过你对象是个渣男，干啥上不清，吃啥上不正，整天穿个大裤衩子到处混。我忘记告诉你，我们又复合了。